有的企业在过去这一两年非常艰巨充满挑战的环境当中，他们不只能够维持企业原有的表现稳定不变，甚至还能在营业额销售业绩上创造出杰出的佳绩。所以这样杰出的公司，他们绝对应该获得超级金牛奖。我们要请出的是 HSH Frozen Foods 孙振福，有请 Mr. Philip Goi Sun Long Director。这是一个有分量的奖项，它象征着获得这个讲座的公司还有企业领导也是有分量的。